天早上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在花莲慈惠一街跟自强路看到骑士等红灯时超越停止线，准备上前拦查，没想到骑士为了躲避追查，左转到小巷后又回转，但仍然逃不过。机车骑士被拦了下来，浓浓酒味扑鼻而来。有喝酒吗？30岁女性驾驶，酒测值高达0.57毫克。不止酒后骑车上路，其实她还是一名军人，是陆军二支部花东弹药库中士。得知自己酒测值超标，担心没了工作，情绪激动，当场哭了出来。没关系，你情绪平静，平静一下，没事。女性中士表示，是在休假前一天喝酒，晚上9点后就没有再喝，却在今天反映途中违规酒驾遭逮，依规定列入汰除名单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